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无限超越。有请无限监制尔冬升导演，无限艺员刘耀文、荣子山，无限艺员何宇、许威洲、范世奇、李志廷，无限艺员郭晓婷、刘歇宁、赵英子、薛凯琪，无限监制惠英红，无限召集人助理韩雪，无限艺员周杰琼。有请三期全能艺人、最受欢迎港剧男演员林峰，无限经理人佘诗曼。我只可以说，我们是演情侣，对。欢迎中国香港影视演员 TVB 首位三料最佳男主角黎耀祥，实力派女演员黄奕，以及再次来到无限超越班为演员助力的车宝铎。欢迎中国香港影视演员、首位香港电影金像奖双料最佳女演员叶童。这里是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浙江卫视、优酷联合香港 TVB 共同推出的无限超越班，欢迎大家。接下来，无限超越班2022级艺员结业大戏正式开启。本次的结业大戏主题为72家房客，它描述的是底层小市民的群居生活，体现了人间百态。整部结业大戏将由4个篇章组成，它们分别是离开之前、再见爱人、如梦、回家。第一篇章，离开之前。这是讲了一个就是色盲少年王景胜，妈妈的骤然离世让王景胜就原本这种比较开心的一个性格又突然跌落，他世界重回到黑白两个颜色里去了。可可是王景胜的干妈，然后乐儿在剧里面的话他要扮演王景胜的妈妈。哇，儿子，儿子用重庆话怎么说？儿子，儿子，儿子，幺儿嘞。然后另一个闺蜜兰溪啊，也是王景胜的干妈。现在其实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剧作里面我们是差一个人的。闺蜜有三嘛，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好姐妹过来演。就是我第一次在荧幕前演戏吧，我当然希望我演得不错。要不是你妈他们结婚生子生得早，我们现在可就是当红女团，这也是你妈的愿望。你笑的时候最好看，最阳光。妈，妈，哎，这要叫妈吗？哦，妈，你就是会尴尬。妈，妈。你怎么了？好奇多一点。你说那句词儿出来之前，你心里先演，表情有，对白出来。啊，懂了懂了懂了。妈，你怎么了？没事儿。耀文，我觉得就是他老说他自己就是很害羞，但是我真的有看到他人看慢慢打开，慢慢打开，就我觉得他今天也是演得非常非常的自然。可以的，没问题的。每一跳舞出青春，香菜街舞蹈时间到，请大家广场集合啦。每一跳舞出青春，香菜街舞蹈时间到，请大家广场集合啦。每一跳舞出青春，香菜街舞蹈时间到，请大家广场集合啦。每月一跳舞，哎，走，盛哥，跳舞去。我又不去，你们去吧。啊，哎，不去什么？你赶紧，你跳舞最好了，快一块跳啊！哎，你让大家一块跳，快。Hello，Hello，Hello。你好，你好。我们还按昨天那个队形。啊，好。然后我们再来一次。
吵什么吵啊，大清早的吵吵吵，这个月的房租交了吗？交了。哎，我就说嘛，买早餐买这么久跑到这儿来了干嘛啊？你看人跳舞。那你跳啊跳啊。我不会没交租的别等着我上门催啊，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别到时候翻脸难看。王老师，明天还来不来啊？明天就不来了。啊？不来了？我也不交了。哦，等回去练吧，没事，回去练。哎，盛哥，你一块打球去。小薇姐，你肠胃不好，我找人给你开了个方子，我一会儿给你带过去。哦，谢谢你。来了，我们回去玩了，拜拜。拜拜。阿姨们。这会儿你们可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我就说王景胜这几天特别不正常。信呢？拿给我再看一下。哦，这。哎呦，行了，我来吧，你也不识字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我想告别这个灰暗的世界，去寻找属于我的色彩。不要再讲了，好难听。他明明就是个很敏感的孩子，我怎么就没发现呢？你告诉我怎么就……停，现在是哭的时候吗？不是，咱们得拯救他。我觉得乐儿说的对，这个计划的关键呢，就是你乐儿，你一定要让他相信你是他的亲妈，我们的闺蜜何美仪。演好戏就要演全套，你得好好的演他穿越回来的妈妈。小声！干嘛？干嘛跟你说件事儿啊？做好心理准备。你妈，她回来了。你说这破天气怎么还说打雷就打雷呢？我主题。是的，当初干妈也不相信，但是。他一切都能对上。这不乐儿吗？何美仪，麻呢？愣着干嘛呢？快！哎呀，我都跟你们说了，要给孩子有个准备的时间。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白衣服跟其他衣服要分开洗。我特意在衣服里给你缝了带字的小布条。你知道还不照做啊？你真是让我白费心了。你你认识我吗？你附身在乐儿的身体里。我还要向你证明了是吧？你左脚腕上那道疤是3岁的时候被鹅咬。你上国小的时候就想学华仔耍帅，这大下雨天的跑出去跳舞，哎，冷冷的冰雨没有摔在你脸上，你倒是摔在地上把脚给摔骨折了。还有你上中三那年的上我知道嘛，我知道。
知道不就完了吗？在这愣着干什么呀？说了半天口都渴死了，倒杯水去。好。